请您掀开经本，迦楼罗王长行第八句看起。普及示现迦楼罗王的成就不可坏平等力，谢同们。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是，法身无相，故不可坏，体即真如，凡圣平等，无分别智，安住正慧，明成就力。注得虽然不多，意思非常清楚啊。迦楼罗王这个意思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他的表法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这个佛说法了确实不可思议。现代社会里面从事于这个航空啊，这个太空啊，这些行业的人就是属于迦楼罗王啊，就是今天讲的航天事业。佛法如何落实在这些高科技人员生活当中啊？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的这种事情。所以名号当中啊，都有快速，这个速度很高的意思，是普阶啊，这个阶就是名阶，就是快速。世间这一尊菩萨迦楼罗王都是佛菩萨应化的，他得的法门呢是不可坏平等力。这个意思不仅仅是很深的，而且呢非常普遍。不可坏是所有一切诸法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体会的很多啊，诸法相是假的啊，千变万化，性是真的。那么说不可坏呢，当然是从性上说的。清凉大师在此地第一句告诉我，法身无相，法身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的？如果我们将有相跟无相分成两桩事情来看，这当中啊，就免不了产生矛盾。即使我们明了有相跟无相是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所说实实在在的，如来果地上有三身啊，我们都听说，法身
有报身，有应化身。三身，报身是能证，化身跟应化身是所证，能所是一，不是二。啊，报身是说的什么呢？报身是说智慧呀、啊，智慧是能证啊。化身是性体，应化身是从体起用而现的现象。啊，平常我们一般随顺众生之间说法啊，所以随顺俗谛。相有体空啊，这是随顺我们世间人的常识来说的。如果随顺真谛呢，那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性有啊，性不是空的，性有啊，相当然也有。但是性虽然有，不可得。我们六根都接不到，啊，接触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见，甚至于连想都想不到。啊，在佛经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两句话形容心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言语心思都达不到。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那么既然体不可得，它所现的相啊，当然不可得。如果你要认为，哎，体不可得，相可以得，错了。这叫凡夫之见啊，轮回之见呐！啊，圣人告诉我们，特别是《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啊，《般若经》大家念的最多的，《金刚般若》啊，还有《般若心经》啊，这两种啊，差不多学佛的。甚至于不学佛的人都念不好。分量虽然不多，世尊600卷的大般若啊，22年所说纲领呢，都在这两部经中。如果我们真正体会得了，你心就安了，是不是？理得心安啊，这个理明白之后啊，心就安了。怎么安呢？不再有妄想了，不再有杂念了啊，心安理得了，妄想杂念断掉了啊，你的智慧又向上提升。究竟圆满的智慧就能够现前。啊，相是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相有没有呢？
相有。可不可得呢？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相是幻想啊。《金刚经》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有没有呢？有啊，真的做梦啊。梦有没有可不可以得呢？不可得。不但是醒过来之后啊，知道这个不可得，你正在做梦的时候能得吗？设法界一真庄严跟梦境的情形完全相同啊。我们堕落在设法界，堕落在六道啊，就是一场梦啊。梦里面真名逐利，患得患失，错了。一觉醒过来之后了啊，梦里造的那些事情做错了。即使我们能从现实的境界当中醒悟过来，知道过去所作所为啊，想法看法也是全都错了。怎样就不错呢？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净了，都断干净了，正确的。我们这个时候过的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叫做佛菩萨，过佛菩萨的生活。不可得，以为可以得；无所有，以为真有。这是妄想，从妄想里面生分别、生执着，这六道轮回的生活，完全迷失了事实真相啊！佛在经上讲的什么？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真相而已。佛给我们说了。我们展开经典，这就是听佛说法。佛说的，我们信不信？这是第一个条件。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如果听了不信，这个佛法的境界你没有办法体会，体会尚且不得，你怎么能弃入呢？所以第一个要相信信了之后啊，要己如果我只有信不了解，这个信叫迷信，迷信不能解决问题啊！你信佛总比信邪道好啊！好处就不过如此而已啊！真正的好处你得不到，你必须要戒。
要解就得求学。啊，解从哪里来呢？解从多问呐、啊，就学问呐、啊。啊，不耻下问。解了以后啊，要落实，我们就得受用。啊，解了之后啊，我们的思想变了。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了，跟从前不一样。啊，思想上转变了。处事待人接物，行为上也转变了。从前以为一切是真的，所以在争啊，争利啊，以为一切可以得啊，所以纵欲。现在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知道我们从前想错了，看错了，也做错了，把这些错误通通都修正过来，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菩萨的生活，这个生活快乐无比呀！佛常说的离苦得乐，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这是真的。这是大慈大悲。众生迷惑，佛菩萨决定示现来教化众生，来帮助众生。教化帮助第一条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一条是主要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诸位仔细去想想，方法教学我看到的，世间所有的宗教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普门品》里面说得好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即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应以阿洪身得度者，即现阿洪身而为说法。哪个宗教不是佛菩萨？都是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他示现的身份不一样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他有分别，我没有分别。啊，他不尊重我，我尊重他。啊，为什么呢？我明白嘛，他不明白。虚空法界是一体的，原本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
为什么变成十法界？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所以这是梦幻泡影，不是真的呀。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法界又恢复到一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这是一真法界。你看看，几百个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一起这么样的和睦互相尊重，互相敬爱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做不到呢？我们这个世间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那就都做到了吧。如何叫大众了解呢？那非得教学不可啊，不教怎么行呢？古时候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尤其是在社会动乱灾难频繁的时候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佛都劝这些国王大臣齐见人王法会呀人王法会怎么做法呢？我们去读人王经就知道了人王般若波罗蜜经我们一展开就晓得了怎么做法了？不是现在找一百个出家人呢，天天来念人王经，天下就会太平了，没有这么这回事情的。人王经上讲的人数一百，它不是数字，意思是全体，这一个国家里头所有的。出家众不是讲一百个人的如何来挽救灾难呢？教学每一个人担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劝导大众断恶修善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灾难从哪里来的？恶业来的我们身负社会教育工作的人所有出家人都是担负起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普遍地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灾难自然就能化转了念经没用的你会念又不懂又不能够落实不能把你的恶的念头转变成善念恶的行为转变成善行，灾难怎么能避免？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人王经》我们仔细读了之后，无非是加强教育工作。宣传社会教育工作做的是这个这叫人王法会也就是
显集训。啊，短期的集训，集训是在这一个阶段制定教学的方针、教学的目标，啊，大家分头去干了，啊，让全国人心转恶为善，这个灾难就化除了，这也叫做人王法会。从前是这么做法的，啊，佛教传到中国来，在前清的初期，我们在历史记载当中所看到的，啊，康熙、雍正、乾隆，宫廷里面不仅仅是请法师去讲经啊，常常请。帝王大臣、文武百官接受佛的教诲，也常常请道家去讲经，儒家去讲经，啊，在中国那个时候叫三教，儒、释、道三教。从这里看，他们好学。他们真正接受啊三教圣人的教诲，所以那个国家能够绵延啊十代，传了十代，260多年了。啊，清朝之亡，亡在慈禧太后手上。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可能今天还是大清帝国。慈禧太后把宫廷里面讲学废止了，民心没有皈依了，这个关系有多大？我们要知道，今天整个世界动乱不安，原因在哪里？我们现在也很清楚，也明白过来了。啊，我常常讲的四个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这四个教育没有了，问题就出现了。啊，这个世界怎么能够安定？啊，要想挽救世界，挽救这个劫运，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还是靠教育。教育的根是在家庭啊。儒家的东西讲的简单扼要。啊，他讲的是纲领，佛法讲的是细目，佛法讲的详细，讲的透彻。
让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得利。儒家的这个学术说实在的话，上上根才能得利。中下根性呢，一知半解。孔孟的教学一句话把它说清楚说明白，他教的是什么东西，大学一开端头一句就是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教的就这一句啊。佛法教的，我们用一句话，说出来。佛49年讲经说法，讲的是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就是儒家讲的明明德。明明德就是诸法实相。在无量寿经上讲的比较详细，跟儒家的纲领呢相仿佛。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就是明明德。会与真舍之力，就是在亲民助真实会，就是至于至善。这都是圣教的总纲领啊。我们抓住总纲领，就不会出大的错误了。总纲领总是要抓住。我们同修都是修净土，都是念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好。分量不长也不太短。义理讲得很透彻，实在是末法时期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我们能够熟读深思，依教奉行。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即使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门，都在其中。它都包括尽了。我们自己明白了，有义务，有责任，要去教导别人。扩大圣教的影响，就能够挽劫劫运。就能够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最终极的目标，离苦得乐，那就是知愚至善。所以我们懂得事实真相啊，不可坏，性相都不可坏，理事都不可坏。为什么不可坏呢？当体皆空。他怎么坏法？存在才会变坏，它不存在呀！能得的心，《金刚般若》上说得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大家都知道，三心不可得，能得不可得。你所得到的，这是诸法。诸法缘起性空，凡是缘生之法都没有自体。佛学的名词上是无自性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无有自体。何况它是刹那不住，所以诸法无所有啊，有即无有，无有即有啊，刹那刹那在变化。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曾经详细说过，我们今天感官当中认为这个一切诸法存在，这是错觉，这决定不是事实。我们感官当中是一切诸法的相虚相。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不存在，我们看到的相虚相啊，就像看电影呢，荧幕上的画面一样啊，是一张一张张底片，用快速度放映出来，我们就以为那是真的。电影的底片我们晓得，一秒钟才放24张。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些事实现象啊，比电影快的倍数太多了。人王经常告诉我们，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我们试验试验快速的我们谈谈，大概一秒钟可以谈4次了谈4次了就用这个速度吧，4×60再乘900，一秒钟恰好是2个108000，一秒钟2个108000次。那个电影一秒钟才24次，我们在电影上已经就被他骗了。现在现实的是这个事项，佛讲了一秒钟是2个108000次的生命，我们怎么能看出来？哎呀，它是假的。谁能看出来呢？佛说了，八地菩萨。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啊，深了，看出来了，看出来是假的，不是真的。到八地菩萨
才看到的时候，这个刹那生灭的现象。我们虽然不能体会，但是想想佛给我们讲的这些话，细细去思维是有道理。理可以相信，事目前虽然不能证得，我们要修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到我们的清净心有一定的程度，也就是说有相当深度的禅定功夫，我们见到事实真相就见到了，这叫正啊，信解行正啊。佛所讲的，我证明了，佛说的是话，真的，一点都没错。啊，我们要从行当中去证。啊，行，佛教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即是真如。相也是真啊，这是真的。所以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凡夫观念当中迷失了，迷并不是真的失掉了，只是一个迷而已。是什么？失去自信的作用。不是说性相都失掉了，性相并没有失，失去了它的正用，变成一个不正当的用途。我们错在这里啊，正用啊叫一真法界，错用了叫十法界，大错特错啊是六道。于是佛法不能不学，佛典里面教导我们凡圣平等。你们想想啊，他这个名词术语，他为什么不说圣凡平等，他要说凡圣平等。这两个字的颠倒用意很深很深啊。圣何必说，最重要是凡啊，凡有妄想分别执着。诸佛如来这些大圣呢，抬举我们呢，把凡捧在上面呢，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的心性跟诸佛如来的心性无二无别，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德能，我们的相好跟诸佛如来也是无二无别。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迷悟。他觉悟了。觉悟他一切放下了。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我们迷的人不觉悟啊！
我们又不是上上根人，啊，上上根人是一文千物啊。我们中下根人呢？中下根人要想在这一生觉悟，没有别的办法，天天学习。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啊，称之为道场啊，你就想到那里头有道啊。啊，什么是道呢？戒行是道。啊，信戒行正是道啊。道场是学校，是我们熏习的场所。啊，《人王经》上所说的，每日二十讲经，啊，这是佛教导啊，这个人王法会中心的一个课题。啊，怎样能挽救这个社会呢？二十讲经，啊，诸位要晓得，二十是印度当时的二十，啊，印度人将一昼夜分为六十，啊，昼三十，夜三十，二十是我们现在的八个小时啊。你就晓得从前道场每一天讲经说法八个小时啊，跟学校上课一样啊。佛不说法，佛的弟子说法，从来没有间断过。啊，这个二十是求解门呢，这二十修行。啊，这修行是八个小时，八个小时完全把这个经典的理论教训方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改正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的错误，天天在改啊，啊，天天在学，天天在改，这叫修行，这叫道场。啊，所以无始劫来所熏习的这些烦恼习气都不怕，怕的是你不觉悟，怕的是你不能改。哎，真的觉悟果然能改，成佛不需要三大二僧祇劫，这一生的时间足够了。我们要懂，要能够体会得，宇宙人生，这里面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能够辨别是大学问啊。真假绝对不在四相上，你要在一切四相上去找真假，你找不到的。到哪里去找呢？这佛法高明啊，佛法叫内学。你想想内是什么意思？不是在外面找，到里面去找。这个说得好，说得妙，说得深。啊，《华严经》上所说的
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啊！真妄是在你心里头啊，不在外头啊。欧耶大师《灵峰宗论》里面所说的，净云无好丑啊，净物质环境，云人事环境，就是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没有好处。我们要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没有好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没有善恶，没有真妄，没有是非，没有邪正，甚至于说没有厉害，也没有得失。他说两个字，我们就能想通了，方方面面。好丑从哪里来的呢？好丑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来的。所以外面一切万事万物有真有妄吗？没有。有是有非吗？没有。有善有恶？没有。通通都没有。至于至善，那是至善吗？通通没有啊。这些善恶真妄邪正有许许多多的层次，这层次全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一真法界里都没有。那么设法界里头为什么有这么多层次呢？这个层次就是迷跟悟。你迷得多，悟得少，层次就多了。迷得少，悟得多，层次就比较少了。彻底觉悟而没有迷惑了，层次就没有了。欧耶大师讲的话没错啊，好丑前人啊。所以会修心的人不是在外头境界修，从根本修，根本修就是你的念头，在起心动念处修啊。心性是活的，不是死的。怎么知道都是活的呢？你看看天地万物，大的看到太空星球的运行，小的看到四季的变化，活活泼泼，不是死的呀。所以佛经上讲啊，寂寂心心，心心寂寂，活的不是死的。所以我们怎样能与它相应？
正确的相应，你的心也必须要积极信心，信心积极，急是寂然不动。啊，什么叫不动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寂。啊，信心是什么呢？对于一切人事物啊，通达明了啊，不是无知啊。啊，样样清楚，样样明白。啊，明了又如如不动，这就相应。啊，那么在凡夫境界里面，明了心动了，这个错了，心本来是不动的，它动了，啊，它起心动念了，起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他动这些念头，错了。不动就是佛。啊，二乘人的心不动了，但是外头境界不明了。啊，心不动，外面不明了，这叫无明。啊，外面明了，心动了，这叫邪见。啊，这两个方法都不能成就。菩萨的方法是既明了又能不动心。啊，这个叫正法。明了，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菩萨修行的纲要就是四摄六度啊，修四摄六度而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是积极。四摄六度是心心的，积极心心，心心积极。这样才完全相应。啊，我们听到，啊，好像是懂得了，但是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真相没有搞清楚。啊，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平等法。我们不知道啊。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我们不了解。啊，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依旧有分别有执着。啊，学佛多年，还是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邪知邪见，什么时候在练习啊？啊，这个就叫修行了。啊，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在这个里去练，练不分别、不执着。而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
管看什么事情，看什么人，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更明了，这是智慧呀。啊，像《坛经》六祖所说的长生智慧。啊，我们堕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自己细细去想想，也能体会到我们长生烦恼。啊，为什么他跟我们一样的是人，他能长生智慧，他不生烦恼？我们长生烦恼不生智慧，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说穿了啊，我们的心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不觉悟，不慈悲。啊，这十个字，我们做到了哪一个字？啊，这十个字是心得。做到了，你就是佛菩萨，超凡入圣啊！啊，做不到，六道流转，永无出期。啊，那么由此可知，今不能不天天讲啊，天天讲经帮助谁呀？帮助自己。不是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自利而后利他，利他真正是自利。啊，在现前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我们纵然有福报，不能去享福啊！啊，为什么福不能享呢？想想这个世间苦难的人那么多，渴望救护。我们看到了，不闻不问，于心何忍呐？啊，觉悟的人不做这个事啊！释迦牟尼佛可以享福，为什么舍弃富贵？啊，去过拓跋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49年，天天在教学，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去享享福？为什么不去度度假？这叫大慈大悲。必须有无分别智，
才能体会得。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清凉在这一句里面，这一句话分量非常重啊。我们有分别，有执着，你就决定不能够切入，你也无能力去帮助苦难众生。无分别智是真智慧呀。妄想分别执着充其量，佛经上讲的是智变聪，八难之一啊。这个难是什么？是指的障碍心得啊！你造着这个难，你不可能明心见性啊！这个名词太深了啊！什么叫明心见性？怎么也搞不懂。说浅一点。障碍你的真诚心，障碍你的清净心，障碍你的平等心，障碍你的慈悲心。这是你自己自信本来具足的，现在不能现起。要晓得原因在哪里。通通是妄想分别执着。害了那诸佛菩萨怎么恢复的？他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方法、他们修学的经历过程说出来，提供我们做参考。我们不是上根立志、中下根性的人，只要随顺佛菩萨走的这个道路，我们也能走得通。如果不相信，不肯走这条道路，那就难了。所以很多宗教里面讲啊，信上帝的人有福了。我们把这句话套过来用。相信佛菩萨的话，真正有福了。你要相信。信必须落实，落实在依教奉行。我信，我做不到，假的不是真的。真正相信啊，那就做到了。唯有依教奉行，才能够深入的理解。我们今天读经解的不够深，不够深是行之不利。结跟行相辅相成。结帮助你行，行又帮助你身结。所以我们不做不行啊。不放下不行啊。
人之所以不能够彻底放下，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不能够彻底明了，原因在此地。所以我们行之不利，唯一的方法求解。求解的方法，我自己的经验多讲。我们在台上讲演是学习这个方法方式。用这个方式来深入经藏。一部经一遍一遍的讲，遍遍体会的不一样啊。古来大德，我们在史书上看到，唐朝道玄律师，听讲四分律，四分律藏，分量很大。这个墨刻版本20册，他听过20遍。你看看古人学法的那种精神，他听不厌的，听不倦的。所以他能成就。清凉大师讲华严经讲50遍，后人称他做华严菩萨。他活的寿命长，活了100多岁。可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一遍需要多少时间？一天讲8个小时，一年讲一部啊！一天8个小时啊！50遍呢，就是50年呢。一个人在他的麾下，华严经听50遍，听50年，哪有不开悟的道理？我们现在学教的时候，为什么不开悟？自己想想就明白了。一天听经听2个小时，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他怎么会开悟呢？那你从前人一天听8个小时，另外8个小时老师叫你去反省，改过自新，把你所听的这些道理、教训、方法落实在生活上，这叫真修行啊！不是听了就算了。不是啊，听了之后还真去做，真干呢，学得成就快。我们在高僧传、在居士传、在许多名山山志里面看到人家修行人，3年5载开悟了，正果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记载，好像都不太可能，不太相信，不知道人家从前是怎么个修学法，你要都明白了，你就晓得3年5载，
开悟契如是可能的。他不允许你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么我们今天在缘分上不如古人，可是个人要真干呢，我们现在的环境比古人殊胜。殊胜在哪里？我们可以利用科技。一部经的录像带，我每天在家里听八个小时，反复不断的听，听上几年你也会开悟了。在此地就有例子，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生病的时候在家里面听我们的录像带，一天听八个小时，四年没有间断，你看他往生多自在。他一生的功力就是在这四年了，一天听八个小时。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你看往生的时候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这是他家人告诉我们。三个月之前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家人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八月初七那天往生。三个月之前晓得。我们同学就给他助念了。瑞相很好啊。大练的时候身体都是柔软的。所以今天真干没有别的。你要能每一天听八个小时，你就成就了。学讲经也不难，也是这个办法。洛杉矶的赵立本居士，他就用这个方法成就了。他是听我早年讲经的录音带，还不是录像带。一套六祖坛经，一套金刚经，他把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分量不多，听了一百多遍了，熟透了，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心定自信般若现前。不但能讲，他能发挥，智慧开了。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人家请他讲经他都去。讲得很好。一门深入。所以在净土宗过去有祖师大德一生专讲阿弥陀经，讲三百多遍。得有成就。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知道秘诀的所在了。不求多，
一门深入，深入之后啊，一切都贯通了。真是所谓一经通，一切尽通。一个法门通，所有法门都通。不单在佛法，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贯通的。为什么能通？法是平等的，体即真如啊！啊，一切诸法都通到真如，所以你只要证得真如自性，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都是真如变现的相分，这个是佛法求学的方法态度跟世间完全不相同啊！世间法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全在枝枝叶叶上打转啊！佛法不循枝则叶，佛法是一直找到根本，所以他能够一切贯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看看佛教的经典啊，这个大藏经分量那么多，是不是要通通都学呢？不需要啊，一部经通到自性，见性之后这一切经全通。六祖慧能就是一个例子，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法达禅师去见他的时候，他是学法华经的，法华经念了三千遍的，念得很熟啊，没有开悟，向六祖求教，六祖说这个经他没有听过啊，我们知道六祖不识字，当然他不会读经啊，他所了解的佛经都是别人念给他听的啊，所以他叫法达，你念一遍给我听啊。法达念到方便品，我们知道方便第二品了，念完之后六祖就说行了，不要再念了，他全都知道了，把这个经的大意给他一说出来，他开悟。为什么这个经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听人家念他就明了通达了，见性了，人家是彻发根源，所以一切法只一接触它没有障碍。我们今天的障碍还不是被烦恼所致，这两大类的障碍障住了我们自信。这两种障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分别跟妄想这里面包括着有烦恼障，有所执障，舍掉就行了。可是说的容易，做的难，怎么舍？舍不掉啊，舍不掉读经，一心一意读经，专心。
去读，这个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就不生了。时间久了，久而久之养成习惯，烦恼轻，智慧长，你就见到效果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